好啦，艾玛，妈妈现在是要去做饭了，你自己可以去玩一会儿，然后等一下饭做好了，我就来叫你吃喽。好的，妈妈。妈妈，我到上面去找哥哥姐姐们玩喽。哥哥哥哥，你在干嘛？哦，你干嘛？我在练竖笛，我也想玩，可以让我玩一会儿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正在练习。哦，拜托拜托，不，你去找姐姐玩。汉娜，干嘛呀？你在干嘛呀，姐姐？我在写作业啊，我可以帮你吗？不可以，这个是我要写给学校的。我现在要马上要写了，要不然我没有时间啦。我晚上就要不然的话就没有时间去看电视了。拜托拜托。我想玩一会儿嘛，你跟我玩一会儿嘛。可惜。我好无聊。那我可以找找，要不然我去找爸爸玩。爸爸爸爸，我要玩，我要跟你玩。爸爸爸爸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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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爸爸爸爸，我想玩，我可不可以跟你玩？玩？我现在，那你的小姐妹呢？我不想，他们都在忙他们自己的。哥哥在练习吹竖笛，然后姐姐在练习做作业。是啊，做作业很重要的。他要明天是要交到学校里去的。我可以跟你玩吗，爸爸？爸爸爸爸，你跟我玩吧，我们来骑马的游戏好不好？妈妈跟我说我可以找你玩的。我现在好累啊，可是我想睡一会儿。驾驾，快点跑，快点跑，快驾驾！爸爸，别睡觉啊，快点啊，跟我玩游戏。爸爸真是的，都不跟我玩。现在我渴了，那我要到哪去喝点水呢？或者是在厕所，厕所应该有点水，我怎么样可以去厕所呢？这边好像有点高，那我肯定是去不了。那要不然我到浴室去喝点水吧。这里有个厕所，这厕所里面也有水。那如果我把这个水给它拿出来的话，把它袋子给它打开的话呢，我也可以像小狗那样喝水啦。我上次还看到我们家的小狗去喝水了呢。好喝。我好像掉进去了，救命救命，哥哥哥哥姐姐。我好像听到艾玛叫我了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艾玛，你在干嘛？救我！我的天哪，你在里面干嘛？救命救命，快救我！哥哥快救我！你在干嘛？我刚刚好渴，然后我就到里面去喝了口水。然后你到里面去喝水了？就像一只小狗那样吗？我的天！你不能去喝水，那个不是水。为什么不能喝水呢？那个是冲厕所的水。艾玛，天哪，你要不然去赶紧去吐出来吧，那里面的水很脏的。我觉得不会啊，还挺好喝的。你们干嘛？艾玛，我作业做完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玩游戏？好呀。